接下来要上场的三号作品《茉莉花》是一个群舞作品，由杨晨等人表演，由辽宁芭蕾舞团选送，有请。
好，谢谢表演，请各位群舞组的评委打分，也请选手们来进行下面的即兴表演的比赛。你们好，真美。我知道在我们的这支参赛队当中好像有两位外籍演员，是吗？在哪儿呢？走出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好吗？这一位，还有一位呢，这位是我们来自葡萄牙的姑娘，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雪儿。你好，雪儿，我能问问你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吗？I come to China because I feel that in China I can learn a lot and experience and not a lot of new things that will enrich me as a person and as an artist. 我之所以到中国来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，可以丰富我的舞蹈和我的人生。我听说你来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已经会说一些东北话了，真的吗？你能试试看说两句，你喜欢我们北京吗？必须的啊、喜欢我们的评委吗？我老喜欢你们了。好，真不错。那接下来是谁来参加我们的即兴表演？你吗？哇，好，请选题。六号题，任人摆布的木偶，我们来听一段音乐。好，是一个人表演吗？好，你可以啊，你可以跟他去稍微准备一下。好，我们看到雪儿在做一个进一步的了解，可能对题目有些疑问，没关系，请准备，请放音乐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综合素质评委明文君评委的点评。好，那个如果我说的你要听不懂的话，请董卿给你做翻译，好吧？因为我想这个全国的电视观众还是能听懂我说的话。这个刚才你做的，你反应很快，看到这个题目以后你马上就抓到了这一个题目所赋予你的形象，而且你跟音乐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合，比较完美的表现出了木偶。但是这个题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定，就是不光让你演木偶，它一定要让你表演这个木偶是任人摆布的。那刚才你做的这个木偶呢，是一个非常主动的，非常自己在那个地方想表现的那么一只木偶，没有任何的任人摆布的那一个含义或者是一个东西在里头，所以就只能说比较遗憾。好，谢谢点评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得分。去掉一个最高分，95.00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91.00分。三号作品表演得分92.571分，即兴表演得分0.233分。三号作品前两轮比赛的得分92.804分。